铁巴山，开车来这边啊，路一定要注意路面，好吧？因为这边在施工啊之类的，一定要注意路面，开慢点这边啊。我们现在是嘴巴山上山的方向啊。就是你开车来，无论上山还是下山，到这边的话一定要注意路面，好吧？开得稍微慢一点。我们可能要盘到那边那山上哈，就是离我们最近这个土山，应该要盘到那上面的。现在海拔3574，看那边的山，远处的山，能看到吗？看不到也就这样了。走，我们继续爬山，走盘山路。现在你们知道这个盘它是什么意思吗？看这边的树又不一样了啊，笔直笔直的这个松树啊，是吧？这个叶子都是这种针叶啊，针叶状。谁的毛巾掉了？正好毛巾放那儿，能起到一个警示的作用，是吧？这盘，这是上山，
这海拔上的就快了，你知道吗？但是相对的，你推车也费劲。哎，没关系，是吧？我们要求现在海拔蹭蹭的往上走，最好了，费劲也能推上去。先到这儿这段。